宝贝。妈，我可不可以去上学啊？你想离开我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想跟他们一样，他们看起来好快乐哦。你刚刚只弹到一半哦，过来把它弹完。妈，我可以去上学啊，一次就好，我真的好想出去看看。你真的想去？嗯。明天就带你去。真的吗？嗯。谢谢妈。你去把这个药吃了。明天就带你去上学。我遇到很多人，就跟他们一样，跟他们一样。不要弹错，你知道惩罚是什么？Yeah.